在我的眼里，你们什么都不是。子谦，还有你。你们不要假惺惺的，以为我好的借口来影响我、控制我，你们马上给我滚！你在说什么？秦总，让他们走，我不想再看见他们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滚啊！我叫你们马上滚！滚！你们可都看紧点，一只苍蝇都不许飞进去，要不然谁都别想活。是是是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？徐总啊，你戏演得好啊，差点把我都给骗了。Oh my god！ 我今天颁一个奥斯卡的金像奖给你。你演这出戏为了什么？啊？不就是想让他们全身而退吗？今天不签这个字，谁都别想走。披萨外卖。送过来吧。哎。秦总，沈总，有子弹。千羽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千羽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你们怎么办呢？关键时刻不还得靠我吗？秦总，我已经掌握了 Marvel 所有洗黑钱的证据，已经交给警方了。这个是关于 Marvel 洗黑钱的证据，找到这些我费了不少功夫，那些境外银行可不是一般人能侵入的。我召集了几个黑客朋友，不眠不休好几天才完成，所以你懂的。这个你放心，张总会买单的。我们要马上把这些证据交给警方，警察马上就到。什么？别动！子谦，你现在看清了他的真面目了吗？你已经掌握了证据，也报了警，对 Samuel 影响也不大，为什么还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过来阻止我？是为了救你，因为单总和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你签了那份合同，就会受到 Marvel 的牵连。千羽，千羽，放开他！放开他！闪走。把枪放下。吓唬我啊！
报警，想干什么？报警是吗？我叫你们今天全死在这儿！嗯。醒醒，千羽！千羽，醒醒！千羽！叶枫，我姐醒了。千羽，你终于醒了！哎呦，大家都担心死了。千羽，怎么样，头疼不疼啊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、啊？想吃什么呀？想吃什么我给你买。还想喝什么呀？你们话太多了，我反而头有一点痛。哦哦，好，我们不说不说啊。哎哎，千羽，你醒了。你是谁啊？我是单俊浩啊。单俊浩是谁啊？单俊浩是同蒿啊。同蒿是谁啊？同蒿是你男朋友啊。我没有男朋友。千羽，那我是谁啊？你哎，你是关美渔村出了名的铁公鸡老陈呢。哎，那我是谁？我是谁？你是贪财小恶魔叶圣哲。哎，我呢？我呢？你是想和老陈再续前缘的老汤啊？哎呦，那我呢？你是关美渔村的男神太初啊？啊！那你偏偏不记得我了？有点眼熟。那我是谁？不知道。不过，你长得挺好看的，帅哥。初次见面，我是叶千羽，请多关照。哎，你说千羽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好不容易和同蒿两个人苦尽甘来，现在又失忆了。你说他倒是好，谁都没有忘记，就把同蒿给忘了。哎，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好事多磨吧。嗯，哎，他们两个也太坎坷了。我问你一句哈，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呀？我接着呢，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吧，在我这呢。怎么了？没带了。我记起来了，我出门前换了套西装，在那套西装里呢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第一次订婚没订成，第二次结婚也没结成，第三次你还给我掉链子。大伟呀，大伟，你是不是故意的啊？你是想让单俊浩单身一辈子吧？啊，我是那种什么我？要不我现在回去拿吧？我回去拿。等会儿，离婚礼还有十分钟，你飞也飞不回来。